其实我后来我有看到，就是很多微博上面看了很多我们当天晚上的精彩内容，发现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有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出现的，吴尊跟吴建豪坐在一起，我看到一条微博，那条微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千回百转的 at 到我，他说现在好开心哦，坐在亚洲十大红人盛典的这个第四排，哇，我正前面就是吴尊跟吴建豪，他们在那个窃窃私语啊，就拍了一张，好难得哦，其实这个画面算是蛮历史性的一刻，对。